生活琐事理智停止，你我从情从真实到不为人知，你反复几次收拾深陷的伤势，需要过一阵子甚至一辈子才真的没事，回避彼此是一种仁慈，然后我们成了想成为的人，却太过程丢了纯真，然后我们成很难一下子晒干就没事，再见彼此该如何坚持，我唯有寻找那年说好的目标，用力的跑用力去找，想象你为我执着的梦而自豪，可是我开启那年定好的坐标，就那一秒我被打倒，原来两人只能在不同天空闪耀，然后我们成了想成为的人，却在过程中